奶是这样荡秋千的。在天空翱翔的感觉一定很棒吧？而奇葩却是这样荡秋千的，360度转体。天才动物是这样交朋友的。你好啊，交个朋友。够不着，这可咋办呀？等你长高了，咱们再一起玩耍吧。而奇葩动物却是这样交朋友的。这里是什么呀？哇，太可爱了！你好，我可以吸你吗？不跟你玩了，让你嘚瑟，给你脸了。来呀，交朋友啊！你们怕啥？我们又不喜欢吃活的鸡，我们只喜欢吃烤鸡、黄焖鸡、红烧鸡、盐焗鸡。你们还能提供点新吃法吗？